来到这个王宫联达站了。我们第一次来这边，不过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然后现在潮水刚刚涨，所以我们赶快钓钓看会不会有什么鱼。好，有什么心得，待会再说。中了，竟然中了，太猛了，太扯了吧。卵虫，浅的，好尾巴咬断。太可恶了。所以卵虫真的这么大，难怪大的之前大的不咬，真的不能大、啊。啊，靠腰，
生啊，都是这个花生啊。放走啊！不要刺我，不要刺我。不可思议！哇，弄了一个早上这么重啊！太不可思议了。养起来，哎，到时候再处理，再看怎么处理。这个有点小了，但是还是先养起来。越蹲下来越重鱼，太夸张。原来要蹲下来才会中鱼，都是沙子啊！靠下，呱呱！哼，现在是呱呱，啊！现在是呱呱，啊！哦，呱呱，这是鬼啊！看到鬼！那这个点是在王宫哈，这个点
各位如果要来要特别注意安全，因为它水如果涨起来后面有些退路会被淹掉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齁。